你上过什么网站？老大哥都一览无遗了。英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变态的偷窥国家，他们的警察和特务们将有权任意监视英国人民。这种变态的程度，连中国都自叹不如啊！这个法案让英国的全球监视行动合法化。除了得到全世界的通联资料，还会增加一笔庞大的资料库用电量。资料将包含每个国民的网络浏览记录。网络业者必须保留一份网络通联记录，并在老大哥拜访时交出资料。之后，这些变态警官便能肆无忌惮地骇入个人、伺服器，甚至整个城市的网络。这项监视法案实行后，其他国家会开始跟进吗？英国国民也不用太紧张，幸好只有我们列出了这些单位，可以调查他们的变态嗜好啦。See a story that really should be animated? Suggest stories to TomoNews now.